一天清晨，两只杰克罗素正准备享用早餐，然而门口的鸵鸟苏琪看到后竟开始想办法去偷吃，气得两只小狗不断跺脚吠叫，搞笑画面也被主人录了下来。这件衣服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这件衣服，这件上次新买的这个，穿了第三天，这是帽子，你没看到。然后开始，新衣服，看看这个衣服，明天。